感谢关注。不小心刷到了《权力的游戏》《冰与火之歌》的视频啊，很久没有看了。当然，这部电视剧、这部美剧已经结束连载了。想起当年追剧的盛况啊，那时候的我还在干嘛呢？还在陕西，还在安徽待着。《权力的游戏》体现了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、电视剧工业的制作水准、工艺水平啊。《权力的游戏》，尤其那音乐、那画面、那人物、那剧本。当然，《权力游戏》的后期的7季、8季、6季、6季以后，剧本已经很别扭了。毕竟，《权力的游戏》那几位主演的价格上涨了，投入到后期制作的资金有限，但是依然保持了一种高水准。而这种高水准就源自于好莱坞电影工业整体的水准。而这种工业体系正是我国电影电视剧行业目前依然缺乏的吧。当然，我国电视剧电影行业已经有所长足进步了，工业化体系、资金、技术都很好了，但还是有差距，差距而且很显著。